真的。小弟，我要早点听啊，自摸油。说的也是啊，白皮。发财。八万，是阿姨按的。西方，西方，九条，白皮，你一定要凑到东西南北，这花白不对，对不对？好样嘞！意思就是说你靠自己了，是吧？他什么都不要啊！他好冷静哦，你看看。他喝纯的。就他。感觉好笑。南方。一万。七饼。对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。怎么样？六条，吃不到啊，对不对？被发现。九万。哎，还来啊？二条。白皮。进，谢谢。进个没？阿英啊，我有个朋友叫他叫阿英啊，他睡觉脚永远打开，所以就叫阿英啊。哪位？应该是男的吧？女的。阿英踢人也是。哦，女生脚进。哎呦，六饼，也好了，跟着打。这么多。走吧，他不进就跟着打咯，差多了，就是啊，那很难讲，对，对，很难说，谁知道？对啊，三条，还有三条，第三条，好了，给你了，四饼，还不吃啊，没人，嗯，吃，叹气，吃，嗯，哎呀。发财进，六条，一双双一对对，六饼，没有，他不能碰到的，哪个不小心碰到的？打六饼干嘛？他怎么敢打六饼了？我说奇怪，怎么六饼的时候掉？吓我一跳！大饼，嗯，要碰是不是？好不容易六队拼上手，力谷十六台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嗯，要碰是不是？不要吧。在外面呢，没有。他都好，他都好了，又说不要你，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发财，很好，谢谢。五条，真的是混的。OK， 九条，你乖乖的，对啊，就
那里怪怪，应该是怎么做？对，他又想玩泡沫，又想玩姑子，白皮很好，听得很好。南方六条，还有啊，那么多啊！哇塞，哇，你还吃得到哎？捡到两张三六条，对呀、啊。小心哦，快黄了，不要放炮哦，放炮是归零哦。但是如果说你们觉得说你们还不大，尽量做大牌，觉得有机会要拼。那你们才三千而已，他们六千，他们六千，对，他们六千最高啊，来吧，三千，来吧，你们输没？给给。六万。是啊，不可能要的啦，三有头都下来了。哎，我想要你的头。干嘛荡秋梯啊？对啊，八饼。八饼，哇，八饼可以打，我都管了。对啊，对啊。牌了，北方，错招要重新开一次是吧？下一把，四饼，剩一张，剩一张，下车了，没牌了，二条。哎呀，可惜了！哎呀，没有啦。一万，谢谢你们大哥。各位观众，最后一张，摸一张。黄了？没有，黄了。不要放炮哦。这真的九条？哇塞！不可能呐、啊！不可能啦，倒霉。饼子一定都在他家，是知道。他这个牌啊，还没听，他听，看起来好像是一口定油，对不对？啊！但你还没有听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玩碰碰胡呢？所以你刚才二饼可以碰啊？不是，不是，他刚刚如果打二饼出来，你刚刚不是打四饼吗？嗯，对不对？你就听牌了，听四五万对倒，然后呢，听几卡？一二三暗卡。嗯。嗯，有没有？如果玩到最后，但是就是说，他想做尼可，他想做尼可，或者你姐说他是真的可以吃，他不牌后面要不吃了，对，牌不多了，牌不多了，这个牌好可惜哦、喔，你看抓到这样三一台呢，对不对？我刚才饼我会碰哎，很可惜，我会牵强。对啊，没有他二饼碰的话，也是要做对对胡的，对啊，对对胡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尼可分数比较高，对，好，和局性，够对，好强啊！聊半天再喷，好，来下一场。好，现在呢，你们是最后一场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个静存，他们这个是六千块钱啊。你们打完这个，如果胡个十几分的话，基本上就不怕，是稳了。好，就稳了。哎，拼个自摸，好不好？啊，人气不求一摸三就四分。你要守住啊，要守住，来。但六千很容易被人家追过。好，马上来看四家的牌。先看李瑞堂的牌。挂蛋可是很。